你好，中华线报的观众大家好。哎，摄影师你好，我是黄玲秀。对，这是我的第二幅作品。第二幅作品。对。第一幅放在哪边？第一幅放在家里。因为老师他限制只有一幅，我想两幅都拿过来了。这个有限制的。有限制的。哎，有限制，一人一幅。老师还是要控制过，对。哎，对呀。好，那这一幅花的特色告诉我们一下。我是觉得它很热闹，你看它花也非常缤纷，非常热闹。这个都开得都非常的热闹，我喜欢热闹。那这个房子我是很希望说这样子一栋房子来住，能够这样子的环境，心情可能一大早心情都会很好。你那个石头怎么画的？用刀画，用那个刀子，用那个画刀画的。那个是用画刀，不是用画笔，对不对？不是用画刀。画刀看起来比较逼真嘛，老师说到用画刀画会比较逼真呐、啊。你会用画刀很厉害，好像别人都不会用。不是不会用，是他们没有用。没有用到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其实用了大家都会用。都会用啊。对啊。就是您来用也是会啊。下次应该有机会来练。对 对，欢迎。那你那个看那个，我看那个屋檐的那个阴影哦，那个是，怎么会画到这么像呢？那么像啊、哦，一般那个阴影就把它画成黑色的或者怎么样画，可是你画的这样刚刚好，颜色刚刚好。这个是老师的建议啊。老师有给你建议就对。对对，老师的建议。以后再画的时候注意这些小细节。对对对对。我觉得你的花都画得很缤纷，很漂亮。对啊，远远的看很像啊。近看很像啊。近看比较不像啊。拍起来就很像、啊。你有没有觉得这栋房子，你这个环境，你是不是很想下面住一下？好像在梦幻中才有。对啊，所以我这个叫做逐梦啊。哦，你这个叫这名字叫逐梦啊。其实我们高雄也可以盖一些这种房子嘛。高雄哦，现在太慢了，现在地太贵了。不会啊，乡下一点啊。乡下美容哦。我们像很多地方啊，都可以用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啊，不要再一样的。对。所以你们要艺术家要发挥空间。还不敢呐、啊！有啦，现在这边参展就是艺术家了。哦，谢谢。对啊，别人就没饭吃。对，那艺术家哈、喔、会没饭吃啊。不会。艺术家有自己的理想。哦，对啊，理想很大。我们又不是要赚大钱，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想法透过图画来让很多人来共享。对，是这样子。是这样哦、喔。啊、喔，对。对哦、喔。啊。要说对才对呢。啊，不是，我是觉得说像这样子看起来哦，心情会很好啦，对。多彩多姿啊！所以说以后你们就你们家附近的环境，你要再建立一下，弄过来。哎，对啊，有啊，有在计划。对啊，以后人家经过就好像进入画一样。啊，对，那种感觉就很棒啊。好，我今天倒是很喜欢走这种感觉呢。对。哦，对哈、哦，要这样子。让造型很漂亮。对，大家一起努力了。对。好。哎，对。好，谢谢你啊、哦，谢谢。